是 John， 然后其实我从19岁开始我就做培训，我做培训差不多10年。这个 trainer trainer 是我来的第5个 trainer trainer。OK， 我去过不同的，像刚才他说我去 RDF 政府的，我也去了，参加过新加坡组织举办的，台湾组织举办的。然后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就是做培训其实很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效果。我一直觉得我教得很好啊，然后直到我来了 CBT， 其实我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抱太大希望，我是因为Jessica 介绍我来，然后我想要 join KC Group， 所以我来。然后来了过后，其实今天的课程让我很震撼的是，他让我找到我找了很久的东西。然后今天 KC 他其实就 share 了一小段很简单的东西，但是就让我破解了这个迷思，其实它是可以很简单就很有效。如果我可以多几年前更早认识 CBT 的话，我相信我今天绝对不止这样的价格。我现在的价格已经是普通 trainer， 我收一场是他们做 team building 或者他们做 corporate training 的2倍到3倍。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用 KC 这种方法的话，这种小 case 我根本不需要接。